紫山羊而争事后，有你冇我？嚟啦喂，落注啦喂！台庆颁奖礼提名名单出咗啦，大家估下呢十位视帝候选人咧，边个喺下个月17号会攞视帝一啦？论实力，我拣松哥同长仔。哦，今年玩一人一票选视帝视后啊，同埋最佳剧集添。嗱，计 fans 咯噃，佢哋机会都好大噶。啊，俾多次机会，今次玩选视后啦吓。一人一票啊，咁我拣杨怡、钟嘉欣同徐子珊啦。但论实力，我都系觉得米雪同阿蛇咯。啊，即系唔知点拣咯。今年竞争又真系几激烈嘅，你睇佢哋前日出席活动嗰阵，好似糖黐豆咁样。啊，寻日公布提名嗰阵。敌我分唔明哇、啊！男配角都揀唔到呢，陈国斌好定古明华好啊？其他八位都演得唔错、啊。女配角又多心水，咁咁支持我偶像香香咯，佢有三项提名啊。九姑娘都有两项嘅。